我们是代表那个大湾仔他们送给你们的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好漂亮，好不好看？陈哥，你觉得他们几个谁做的更好，有天分呢？排名？天华第一，不好意思，小圈的不行了，最后不承认。 我们是代表那个大湾仔，他们送给你们的，祝你身体健康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！很久，我都有一张相同的合影。哇！我们又来到了东山口，哎，这是我们初次相识的地方。如果没有那次，哥哥们呢，就是有一些撮合啊。好，要安全感。如果真的是没有那次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不太行。 祝你生日快乐！欢迎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。